铲铲，有，举宝，哎呀，铲铲，铲铲，好看，英俊，我喊英俊大帅干的，哎呦，查了多少只猫？胖虎一个，两个，宝宝两个，顶顶三个，李宝四个，英俊五个，橘宝六个，闪闪七个，灿灿八个，果果九个，偶像十个，好看十一个，大帅十二个，十二个，又把这个六边形的猫碗给你们拿来了。哎呦哎呦，你别上来，给你们试吃今天买的一款猫粮来。这面有吃的没？再多几只上来。这以为都是好东西呢，然后十几只猫就为前为后的，哎呀，都看着挺那么孝顺。然后一说试吃猫粮，把猫粮倒盘里头，一大半都走了。能吃就吃，这个猫粮挺好的。嘿，那是果果吗？嘎达，嘎达，嘎达来，嘎达，嘎达来吧，看你在楼梯上蹲着，你就上来玩一会儿吧。那是橘宝，小时候和你一起玩过吧。不要吼橘宝，橘宝还挺好的，橘宝也不嫌贫爱富，也不杀富济贫，也不一贫如洗。但你这是干什么呢？这么暧昧啊？那想逃跑呢？胖虎，胖虎真有大家风范，看看那小爪子连那一搭了啊。也不知道哪个大家。哟，这是果果吗？果果果宝宝，果宝宝啊，这是宝宝。我喊果宝宝，宝宝就听着宝宝俩是两个味儿字儿的，就跑过来了。哎呦，都吃完了，李宝总是能吃到最后。嘎达嘎达，别挠了，别挠了，我门滑上了，你下不去了。等我下去的时候，你跟我一起下去啊、哦。刚才是。四只猫吃猫粮啊？咋了咋了咋了？谁吼谁呢？嘎达呀，那你胡舅舅啊，不认识了吧？你给胡舅舅吼的都不知所措了。哎呀，这口眼镜，哎呦去！嘎达，你真是，你早晚也得上上面生活。你偶尔上来见识一下上面的猫吗？拜拜码头。对。李宝，你干什么呢？没事，来我，我离你近点，我离近点。李宝，你耳朵别那样事儿的，小飞机耳朵。没事啊。胆太小，等我下去一起下去。气管不好啊？这谁敢吼呢？嗓子发炎了 ？Oh no！ 谁吼谁呢？你俩别这样！这李宝，你瞅着，装的谨小慎微的，看着像很胆小似的。其实他是先试探你。然后就慢慢的开始收拾你，过来吃东西吧，我这兜里还有一盒东西吃的啊，你吃好看，这家伙来劲了。我兜里还有买猫粮挣的小饼干，来，我拆饼干给你们吃，来，李宝过来，李宝。打架那事儿现在
聊一聊啊。